遇到喜欢变粘人。通过寻找好游客提升海外形象，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九月二十八日报道，当众多中国游客正在国庆黄金周假期赴境内外游历，北京正在设法遏制游客的不文明行为。中国国家主席打牌呀，老李不是去旅游了吗？还能找到搭子？哎呀，你能不能离我远？遇到依赖，别粘人。送到这就行了。我也舍不得看见你难过，我只会更难过。那你今天下班记得早点回来。遇到分别便粘人。遇到周一变粘人。哎，您什么星座啊？哦，我是天平，你呢？我是水瓶。点赞。要不我让二位报下菜单吧。遇到吸引，变粘人。今年中就粘一点。